哇哇哇！各位观众，这个游戏闹鬼啦！这什么东西？我们都知道啊，如果矿车上面有方块，我们坐进去啊，会一直扣血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是半砖的话，就不会哦。而且我们也能看到我们头是穿出这个方块的。你和朋友玩的时候呢，可以在底下有没有铺一个铁轨，然后用半砖全部铺起来，你朋友肯定会吓一跳的哦。好，什么？你问我东西这么突兀，到底要怎么吓到你朋友？那你只要把周围啊全部都变成这样子不就行了吗？这样子总很恐怖了吧？有没有？超可怕，只剩一颗头。